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呢咱们继续打文明六中国的第16期，不知不觉打了16期了啊，也该快完了啊。今天咱们继续完成咱们的科技胜利，争取咱们今天把它打完啊。我先看啊，西班牙不惹咱不去主动惹他啊，咱们还是赶紧完成科技胜利。我估计到现在来说科技胜利就差一哆嗦了啊。巴塞罗那咱们灯塔也建了，其实咱们这次走文化胜利我觉得也可以啊，建了好多的文化设施了已经啊。其实我感觉最难的是不是宗教胜利，因为科技胜利的话咱们出三个火星项目就可以了，然后征服胜利的话打城邦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先来个长沙吧。但是宗教胜利的话就好比说是暗着里斗啊，咱们征服胜利是明斗，宗教胜利就暗斗，就这感觉啊。玩阴的就叫宗教胜利。我看啊，军营，咱们在右边出个军营防着布宜诺斯艾利斯。下回合，哎，稍等啊，我调整一下。我不想手工点下回合，咱们选择自动结束回合，因为这两天我还在打这个联机游戏嘛，所以呢需要手工下回合。现在因为是跟电脑玩没那么紧张，所以呢咱就自动下回合啊。我看有什么新报道，西班牙谴责了美国，但凡西班牙不老实，虽然未来似乎很遥远，但其实已经开始了。未来科技咱们研究了 N 多了啊。咱们来调贸易路线，还是北京算了，条条道路通北京啊。未来科技咱们继续研究，选择生产项目。我先看看啊，北京，其实咱们科技胜利的话就差一个火星发展项目了啊，其他的咱们卫星都放完了嘛，对不对？长沙艺术馆，这家艺术槽位算了吧。咱们现在不走文化胜利，我还是来点实在的啊。军事、商业、工业吧，如果可能的话长沙咱们也造一个航空中心算了啊，航天中心。南马杜尔，我特别想造宇航中心啊，如果放卫星大家一起放啊。其实核武器是不是也通过宇航中心放呢？我看来个建造者吧。这是谁的船啊？我的船啊。好，咱们继续打鱼，打鱼啊。单位需要命令，这还有一个建造者，这个建造者的话没活干啊。我看啊，这个建造者不行，待机算了，没活干。这儿有个丘陵，还真就没活干。哎，这都是有庄园啊，算了，待机算了。大家请看，因为我选择自动下回合嘛，所以他就自动给我下回合。这话说的，西班牙的兵要干嘛？如果西班牙的兵从右边攻过来，我还就真没招。右边我没什么兵啊。不过我们兵的时代差了几个时代，所以我呢并不怕他。是这样，我查过文明六的难度啊，他说这个天神级难度差在哪儿？不是说差在电脑 AI 有多高，差在他生产的比你快，他夺得的钱比你多，这我觉得就没必要啊。这是不公平竞争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公平竞争啊。我看啊，南马杜尔百老汇。鲁尔，哎，鲁尔可以这个增加产能，这是重工业区吗？咱来个鲁尔啊。鲁尔是二战期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啊，都差不多这两个地儿啊，就这儿吧，来个鲁尔区，希望鲁尔区能够覆盖周围六格，应该会覆盖六格，鲁尔区嘛。OK， 今天咱们不完成科技胜利，咱们誓不罢休啊。放完卫星了马上就应该胜利嘛，对不对？我想是这样，打完这个秦始皇中国的科技胜利之后，我想拿日本再走一个征服胜利啊。每个国家呢我都准备把它选一遍，然后呢比如说再选美国走文化胜利，然后再选阿拉伯走这个宗教胜利，
哇，长沙反正和宇航中心就是没缘呢。那长沙既然和宇航中心没缘的话，咱来一个移民吧。其实移民移到哪儿去呢？没地儿啊，现在。美国大叔，美国大叔交易还算公平啊。OK， 没说他。他毕竟给咱这么多钱嘛，一轮给咱15个金，很难得。不过咱们现在倒是不缺钱，因为我走的是这个商业治国的路线嘛，所以到现在不缺钱啊。我发现有的朋友在玩这个司机泰的时候选择这个卖兵 bug， 我觉得那就没意思了啊。咱们还是按照正常思路发展比较好玩啊。卖兵 bug 我觉得在文明六的下一个版本中，或者说下一个 DLC 中，应该会把它修正啊，做这个平衡性调整。稍等啊，商路的话 OK， 咱去北京啊，选择生产项目长沙啊，反正咱是不能建宇航中心了啊，那咱们不行就奇观误一次国算了。容我想一下啊，奇观还真的是不少。埃菲尔铁塔，埃菲尔铁塔不错，不行咱来个，不行这个必须靠近市中心啊，再来个间谍算了，省得咱们这边老被敌人炸啊。我看我这移民拍哪儿啊，石油只能拍这儿啊。现在到了战争后期，这个地儿都被大家占走了啊，拍移民都不好拍了啊。应该说是在这个战争初期，咱弄个移民直接拍到敌人的脸上去，省得他扩张过来，算是跑马占地儿的一个手法，一个战术。到后期的话，大家地儿都占完了，咱们再拍移民，除非有这个战略资源，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再拍移民了啊。长沙，我看啊，贸易路线的话，成都 OK， 我比较喜欢国内贸易，这样呢不受战争的影响，而且呢我也不喜欢开放边境，这样敌人也进不来，是不错的一招啊。希望大家在玩文明六的时候尽量不要和敌人开放边境啊，哪怕是朋友，大批的朋友的部队进到你的国境线也不是好事嘛，对不对？稍等啊，我派一下间谍，反间谍，这样你炸不了我了吧。我看啊，长沙还能生产，但就是不能做宇航中心，这真要命啊。不行的话咱真的就得奇观误国了啊。其他的还真就没，不行咱还间谍，没什么可生产的啊，因为咱们毕竟不打仗嘛，对不对？工业区吧，工业区不知道能不能提高，哎呀，提高人口它不是靠工业区啊。科技胜利，科技胜利到后期就是等呗，呵呵，就是等啊。巴西宣布了和司机泰的友谊啊，巴西说明司机泰没什么伟人，是吧？可以这么理解吧？间谍派到长沙，省得敌人老炸我工厂。好像电脑比较擅长使用间谍，一般咱们人来讲一般不爱搞那种老奸巨猾的东西啊，一般都是直接军队直接上啊，直接拍成，好像和电脑的思路不是太一样啊。现在的背景音乐已经不是茉莉花了，是什么音乐呢？等我打完这局再开下局打日本的时候，我听听日本的背景音乐是什么音乐啊，呵呵，很期待。虽然未来似乎很遥远，但其实已经开始了。哇，这句话我听了 N 回了啊。长沙建商路，我的国际商路没有几条，但是国内商路真的很多啊。我看展开间谍活动，北京，北京也是怕炸呀。感觉间谍活动玩阴的我不擅长，有什么事咱们摆到桌面上，你看我哪个城不好的话咱可以谈嘛，老是玩阴的炸我受不了啊。内心受伤比较严重。成都，成都来个兵营算了，加强防守。哇，咱们移民拍过来了，我看就拍在这，有石油就拍在这算了。秀荣是吧，这个叫，这字我还不老认识的啊。我看啊，咱们现在爆买一下，
把周围地格都给他买过来啊。这就是有钱的好处吗？哎，去，这是白帝王买的干什么？咱们要买就买带产能的啊。OK， 这样相当于把城拍过去，然后把国境马上就推过去啊。这边应该是买不了，下面还能买，这山咱也要了。哦，这就买不了了，好像只能买三格以内啊。那也不是，这个格为什么不让我买呢？绣绒，那咱们生产啊。嗯，我认为绣绒一上来，宇航中心别想了，455轮又够我打一局的了啊。那咱就纪念碑吧，既然咱们的军师推荐咱生产，咱就纪念碑。您的国民住得太近了，您考虑另寻土地。抱歉，我只是来这儿看看。奈。啊，看来如果我要是走这个征服胜利的话，和希腊也终有一战啊。哇，我要是下局打征服胜利的话，估计会很难啊。要和所有人开战嘛，对不对？才能走征服胜利。不过征服胜利好像说不是说拿下所有的都市，而是说拿下对方的首都就可以，好像是啊。嗯，咱们下局试一下。哇，这局蛮族攻过来了啊。啊，这咱不怕他。我看啊，哦，这建造者，他建造者攻过来了是吧？这不直接拿下吗？哎，稍等，直接拿下他的建造者。建造者居然打过来了，头回听说。然后咱们的军营射击。哎，我这么打的话，不会侵犯布宜诺斯艾利斯吧？现在我可不想战争哦。我看看啊，这是拍脸希腊的城。这个城我给他买个建造者算了啊。OK， 然后我看看其他可买的，咱都买吧。粮仓，然后纪念碑、下水道，这都买的话，咱还生产它干什么？都买了，咱包了啊。OK， 其他的就都是军队了，军队就不要。咱们尽量买些建筑啊，但是可买的建筑不多，咱来个步兵，机械化步兵，防止希腊打过来啊。选择生产项目，成都，兵工厂，增加产能。绣绒啊，对了，绣绒刚刚咱们已经秒完之后，按理说出工业区，但是这边的工业实在太差啊。100多回合有什么用呢？就这儿吧，反正咱们不指着这个绣绒啊，咱们应该是多往这儿派点建造者，多给他干点农场，可能他的产能会高一些。这个地儿我要不是有石油的话，我才不把城拍在这儿啊。啊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要不是这种边远山区，也不会产石油啊。不过石油一般出在沙漠嘛，像中东地带有石油。哦，这是打谁啊？算了吧，派遣间谍，咱们派个间谍去西安，防止咱们的工厂再被烧啊。绣绒的建造者，那咱们好好的建一下啊。不过这边都是冻土的话，好像不能建农田。哦，机械化步兵，步兵待机，镇守绣绒。建造者，这个建造者没什么活啊。啊，这能干伐木厂 ，OK。哎，咱们的军营可以继续射击，但是射谁呢？哦，不该我的回合。我说呢，军营不能射击。啊，这就是自回合的问题啊。本来咱们军营可以射击，但是呢，他给咱自动下回合了，导致咱不能射击。所以说，今后我和人对战的时候，肯定不会自回合，而且呢，会经常派间谍。我看啊。哦，这地儿咱来一个伐木厂，增加两个生产力。OK， 选择生产项目，长沙，宇航中心还是没戏，还是没戏啊。再等5轮。咱们等这5轮的话，接着来间谍吧。自动下回合，看来也是有好处有坏处啊。以后看来还是要认真对待，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是否自动下回合。
好像目前我发现的问题是，如果可以攻击的城市还是这个军营，它不会自动发动攻击，会自动给你下回合，这个不是很好吗？总有一天会没有边界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国旗，没有国家，人心将成为唯一的通行证。说的太好了，这不就是征服胜利吗？我看啊，全球化就是征服胜利啊，这没什么可改的，都不是我想要的，而且我也没有必要发展空军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赶紧干一个伐木场。啊，秀荣，冻土不能建农场，只有一个食物，咱们试一下吧。果然，哎，咱们可以种树啊，种完树干伐木场。原来如此，市政咱们就选全球化吧。然后秀荣的话，我再给他买一个建造者。 OK， 让他继续建造周边环境。胶东，胶东的话，社区军营，来个社区吧，增加点人口啊。加四住房，有个加五的，但是加五住房的粮食比较多。哇，这太难的选择了。我听到茉莉花了，还是这个音乐听着顺耳啊，就这儿吧。OK， 咱们把所有的集合住宅连成一片住宅区啊。希腊提议同盟，开放边境肯定不行，同盟也不行。哎，这他也接受。OK， 那没说的，合着就给他点玉啊。同盟开放边境这事儿我以后都不干。我。在西班牙面前我背叛了恩惠上帝啊，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我对不起上帝了，呵呵，老背叛啊。其实换句话说，我应该是对不起西班牙的上帝，并不是对不起大家的上帝啊。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开战了啊。发射火星住所。 OK， 看来咱们离科技胜利又前进了一大步啊，都卖到火星上去了。我都卖到火星上去了，我还得在这派间谍呢。长沙来一个。哇，咱们胸怀都已经到了宇宙了，可是这下面还得给他搞点这个阴暗的政治啊，现在就这感觉啊。啊，看来宇宙好征服，人心难征服啊，真的是至理名言啊。哎，以后如果说我有什么名言的话，就这句吧，宇宙好征服，但人心难征服。西安继续生产宇宙项目，然后长沙，长沙离宇航中心怎么就这么的遥远？这始终不行啊，长沙不行，间谍没意思的话，咱们工业区吧。继续加产能，一会儿希望咱们一轮就能出个宇航中心啊！啊，成都，成都军事学院，加产能，生产力嘛。哦，咱们又出一个建造者，那没说的，上冻土这边看看能不能。冻土不能建农场，冻土只能是种植树林。来吧，那就拼命加产能喽。这又有间谍了。长沙，北京吧，北京是咱第三大都市啊。哎，我看啊，建造者，咱们这儿来个伐木厂。这么说，咱们的秀荣产能不低啊。反坦克部队，咱们又来一个大军事家，就是说，选择升级，这无所谓了。现在我对这个军事升级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啊。咱都上火星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咱们再打仗的话，肯定都是空中单位了吧。路面单位的话走得太慢，这么大国家，你说路面单位的话等走到了都到下一个时代了，对吧？过去一百年了。哎，派遣使者，稍等啊。瓦莱塔， OK， 城邦我并不想打你啊，我下局如果是玩征服胜利的话，那我就会拼命的打城邦啊。
咱们再来个间谍啊，往西安，哎，不是，往长沙。咱们还有一个建造者没干完，来这儿加产能吧。哇，咱的锈熔产能不低啊，我再买啊。建造者不让买了，该地区有很多相同类型的单位。 OK， 西安锈熔这儿咱们建个伐木厂，接下来成都建造者咱们来个矿山，增加四产能。后期我觉得产能也非常的重要，毕竟怎么说呢，后期的话钱不能转化为太多的产能，所以咱们也得要重视产能哦。派遣间谍西安。 OK， 哎，我怎么总往我的城市里面派遣间谍呢？脑子进水了吧？就好像说在我的国家修建我的大使馆一样哈，有这感觉吧，往我的国家派遣间谍，我去啊，有点意思啊。反间谍，对对对，往咱们国家派遣间谍是反间谍啊。我说了，虽然未来似乎很遥远，但其实已经开始了。开始恩惠了未来科技，省省吧。啊，咱们再派间谍啊，选择研究，科技都被咱研究满了吗？哦，这儿没说了，再来矿山，锈熔又增加一座矿山。伐木厂，我天哪，锈熔的产能是层层的往上走啊。大工程师我看让他去哪儿，必须位于宇航中心。这宇航中心咱都建完了，哦，这有一个。 OK 对了，咱们现在正在干一个火星项目嘛，有这个大工程师的话咱能够加100%的产能呢。OK， 激活。哎，有什么效果吗？没看出来啊。长沙，哇，宇航中心你终于来了，长沙。哎呀，可以说等的花儿都谢了啊。哇，宇航中心在这儿的话会削掉一个石头，就这儿吧。削掉石头有点可惜，我建宇航中心等于说把我的长沙的产能降低了啊。不过以后咱们产能主要指的工业区嘛。胶东的话增加工业吧。啊，长沙宇航中心，等你等得我心痛啊。哈哈，不过还好你终于来了，我没白等你。哎，当时我好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卖花姑娘是吧，不就说吗，当兵的你怎么不等我了，人当兵的说我就等了你三天了。所以我现在想说，长沙的宇航中心我等了你300年了啊，你终于来了啊，还好让我没白等啊。花儿都谢了，恩惠西安，咱们继续派间谍。往自己国家派间谍说的有点好说不好听啊。啊，商人，哎，我这商人只能休眠吗？好像这个文明六偶尔有点小 bug 啊，搁置分歧，共同宣友，没说的。希腊，我和你一直就没分歧，是你老和我有分歧。巴西又谴责我了，我的伟人又多了，看来啊。他扭过去了，正好冲他屁股给他一脚啊。您的伟人数量比他们多，这没办法啊，你发展的不好，伟人不找你啊。伟人吧，都是聪明人，人家会用脚投票，人家一定会到发达国家去嘛，就像咱们好多的有能人都在美国一样啊。德国的工业中心实际已停止了运营，几乎没有人工作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在运行。鲁尔地区的全体居民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。够惨的吧，鲁尔说的。二战期间大家都抢鲁尔嘛，而且不顾后果的拼命的开发，所以鲁尔区很惨啊。咱们接着往国内派间谍。贸易路线的话咱们来调短点的吧。胶东这个吧，11轮。 OK， 多修路啊。
商路多修路。南马杜尔，南马杜尔的话，咱还是港口运输。港口运输的话可以加产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感觉咱们应该离胜利不远了，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大家主动过来和你宣友嘛，对不对？西安，选择生产项目。哦，成都，成都的话来个飞机场吧，太平了，呵呵，太平了。飞机场一般是形容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咱不要飞机场，咱们要。商业吧，毕竟咱们还是应该多加点钱。我每轮才加272个钱，稍微感觉有点少啊。哎，不过好像在文明六里面不能花钱买城邦了，不像文明五，我只要有钱，嘁哩咔嚓把城邦都买成我的。在文明六里面得需要派间谍，哎，不是派间谍，派使者啊，老派间谍说错了啊。西安，西安，咱们继续间谍吧。南马杜尔，哎呀，我的国家啊。派满了我的间谍，这是防谁呢？有可能说是防自己的民众啊，因为有的国家嘛，他为了防自己的民众，他派了好多间谍，然后在民众当中煽风点火，这有的国家干得出来啊。西安，咱们再来一条商路。政治很难呐，毕竟间谍也属于政治的手段之一嘛。胶东，工业区，军营。我看看，咱来个军营的话，咱们现在是和平发展期，要军营没意义啊。我看看，水渠，水渠是不错，它能加住房，但是减少我5个粮食，这算了吧。水渠看来也不行。和平期的话，咱也不生产军队了，直接工业物流吧，工业区物流。哇，美国大叔，哦，要我的狐狸，给我铁，还开放边境，这没说的啊。咱们兵强，别人都向你讨好，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啊，和现实世界。斯基泰，开放边境 ，no， 除了边境，别的都可以啊。OK， 我现在最烦的就是开放边境，结果我的国内有一大堆敌人的部队，这受不了啊。还是没有敌人的部队我看着舒服，但是传教士他是不用开放边境啊。发射火星反应堆，咱们应该是又完成了一个计划。这么说，咱真的快离胜利不远了。继续派间谍啊！哎，咱能往这个火星上派个间谍吗？是吧，往火星上咱们派间谍，然后探一探火星有没有红土。 OK， 选择生产项目北京。北京的话，港口运输，港口运输能够增加产能啊。南马杜尔动物园，咱的宜居现在搞得不错啊。咱们放了这么多卫星，也该胜利了吧。南马杜尔，我看到了纪念碑啊，直挺挺的冲上，呵呵。成都，成都继续反间谍。我觉得我的间谍比我的农民都多，就这感觉啊，比我的士兵也多。也就是说，咱们走在大街上，踩着5个人的脚，4个人都是间谍，就这几率啊。虽然未来似乎很遥远，但其实已经开始了。开始恩回了 ，OK， 未来科技啊，北京继续贸易。选择研究，接着未来科技，这未来科技能给咱产出什么东西呢？南马杜尔开商路，咱们现在是到了大后期了啊。我觉得我的这个国家发展的还算不错，应有尽有啊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它的娱乐设施里面没有个夜总会什么的啊，呵呵，夜店。不过如果真有夜店的话，肯定给大家涨娱乐。比那狐狸啊竞技场要高得多啊，不过花钱也多，高消费啊。成都，成都的话，
嗯，奇观咱就不见了。体育场还真就没什么可见的啊。反坦克建造者，咱们成都还有几个空地没有建造呢，我刚注意到。成都，其实成都的话咱应该是往右打一打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因为当时他打过咱，派遣间谍，我间谍怎么没完没散呢？巴塞罗那，给他派远一点，获取委员。卡尔萨根，北京，北京不行，动物园吧，呵呵，我看看啊，北京动物园，西直门外大街是吧？下了西直门桥就是北京动物园。哎，稍等，威尼斯军械库，咱来个这个吧，这咱没见过，还能建在水上，来一个，看看威尼斯军械库是个什么样子啊。我想咱们多建机关的话，应该是能解锁 Steam 上面好多的徽章，好像拿到徽章还可以卖是吧？有这么个说法啊，还可以卖钱，好像是啊，这个回头我得研究一下，比如说能卖个三块五块啊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埃尔米塔什博物馆，咱们也来一个，咱们最后冲刺，咱们冲奇观算了啊，还只能冲在香蕉这儿，哎，不是，农田这儿，啊，咱们15英语还够，那咱们再来个奇观，博物馆啊，最后冲了啊，最后冲刺，三位需要命令，哦，这咱又是一个卡尔萨根，位于宇航中心。哇，我把它派过来，那咱们太空项目又能加速啊。卡尔萨根激活 OK， 发射火星溶液栽培，就是说往火星上种树是吧？这绝对高科技哦，如同几个世纪以前的祖辈那样，我们也在未知中奋力向前。第一位踏上艰难旅程的先驱，我们的人民再次茁壮成长。现在，在您的统治下，我们开始绘制新航线，让我们主宰另一个世界。让咱们主宰另一个世界，科技胜利，哈哈，咱们去火星拍城，就这感觉是吧？啊，咱们地球占满了，开始占火星啊，哈哈，那好吧，这个视频呢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《秦始皇文明六科技胜利》，已经胜利完成，感谢您的陪伴，大概16期，今天呢告一段落，咱们下个文明六再见吧，拜拜。